是吧？你一大早起来就自己下来看书啦？你在看什么书？唐老鸭的故事吗？是唐老鸭的故事吗？对呀，唐老鸭和他的孩子。你知不知道我刚才跟桃子妹妹的妈妈在聊天呢？她还发了桃子妹妹的视频给我们看，她在跳舞哎，你想不想看一下？好，我给你看哈。可是爸爸，就是要不要跟他们妹妹一起去玩吗？跟桃子妹妹一起去玩啊？桃子妹妹现在在珠海，你跟她一起玩过啊？你们一起去了那个长隆海洋公园啊？他们过一个月之后，他们会去加拿大。爸爸明年争取带你去加拿大找他玩，好不好？他们在温哥华呢。OK。我现在就想去乐高乐园。你想去乐高乐园？今天会下雨，不能去。说了要提前计划的那个乐园，好吗？我会带你去的，你放心吧。坐好看，坐好看。